洪台要来呀，因为洪台明仔载会发布一个海上洪台警报，啊，可能会变作是中度洪台落山，有那小看往台湾方向，就是话来看到这個、啊台北京站甲这京站，这個、电影秀今仔是停业一天来做清消。当荷兰的代表队无照主本的约束，这项目称起日本总统加行政府拢来核实的。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七月二十公司中岛新闻，我是孔阿文。先开始来关心的是洪台烟花的消息。先把这洪台是继续往咱台湾的方向来行，中央气象局来指出，今天有可能变作是中岛洪台，相继明仔载的报道来发布海上洪台警报。嘛，因为这洪台路线小可偏南，而且啊，暴风区有来看到台湾陆地，可能是毛增加。这派是到拜六时上挖进台湾的时阵。卖为这个啊，北部甲东北部大雨来。欢乐烟花洪台已到台湾，影响桃园机场的运作。工作人员已经离开积水的所在，准备好沙包。假使唔是定定进出的出入口，拢已经装防水门。因为烟花继续向西往台湾北部海面沙动，因为大气环境条件之下，对烟花发展有利。中央气象局表示，按算二十有机会增强做中台，相近二十一下晡发布海警。我们最可能路径显示，星期四开始到星期六这段时间，台风会影响我们的天气，甚至星期六到星期天这段时间，马祖地区也会受到台风的影响，而且台风强度还是持续增强。我们预估今天下半天会增强为中度台风。气象局指出，二十一开始受烟花外围环流影响，有短暂雷雨发生，暴风圈影响范围跟时间落在二至到二四。除了沿海边的北部和东北部，其他地区也有大雨或者是雷雨。台风来影响的时间，我们刚好是大潮期间哦，所以这段时间提醒大家，海面上作业或活动要特别注意，然后北部沿海地区也要小心有海水倒灌的现象，其他各地洼的海面也要注意。暗过日子了后的洪台路径目前也无确定。气象专家强调，卡苏周边的太平洋高压减弱，洪台会偏北，加上台湾周边有一带扰动发展，导引气流复杂，变动性加大。整个干扰它的力量呢还蛮多的，所以它的路径呢有可能不照现在这样一条线在从台湾北部海面通过，还有可能是弯弯曲曲的，所以这个对台湾的压力呢会相对的会变得比较大。可能后面还有一个低压会在生成，还有北边还有高压的势力在左右，所以这个未来呢，真的有一点像是这个怪才的这个趋势啦，所以要特别当心。气象专家认为，烟花路径有无确定性，后续爱国观察这样评估对台湾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祉署长宣布，共同过国产的高端疫苗紧急使用。使用的授权，我拿来指出高端及中和抗体效果这部分比 A D 疫苗较好。啊，国内专家是表示，中和抗体只是疫苗保护评估指标之一，建议高端上市了，有缘爱继续监测疫苗的安全性甲有效性。高端新冠疫苗通过紧急使用授权 EUA， 接受第一期温存专案制作的国产疫苗。卫福部小数指出，高端疫苗中和抗体几乎平均效果是375 ，A 级疫苗是差不多130。专家表示，这代表高端疫苗的中和抗体形成情形确实比 A 级疫苗较好。中和性抗体的高呢，跟低呢，是跟保护性有成一个正相关。但是正相关不一定是一个一比一，就是我是你的三倍，那我的保护性就是你的三倍，不是这样。专家表示，中和抗体只是疫苗保护效果的评估指标之一，并不是讲中和抗体愈高，就一定比其他品牌较好。比如 A 级疫苗，研究发现伊的保护力有8个月。另外，疫苗上市了后，也会继续监测做了后的不良事件。A 级疫苗，你就看到说它会有血栓，那这个血栓的比例可能是10万分之1，或是更低。那这个在临床试验是看不见的，所以监视是必要的。专家表示，目前国际上还未讨论出到底中和抗体要达到偌济才愈有效，所以疫苗上市了后，依然要继续监测。另外，最近国内疫情转好，建议国产疫苗还是应该要到国外做3期临床试验，这对国际疫苗进入海外市场得到国际认证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为今仔开始开放，讲这两会以下，啊，有在照顾中细汉囡仔机构会当来收囡仔咯。啊，连锁是资本的一半，而且家长一透早都赶紧把囡仔分配上去。啊，也阁欢迎讲，伫个这段这防疫、这警戒的时间，要做工课加照顾囡仔，真正是头壳无得烧。要把囡仔送来托婴中心，洗手、消毒、防体温，这每一步拢爱做甲真周全。台北市自20开始开放零下到两下托婴机构降载小托，真侪家长一早起就把囡仔送来给老师。其实我很期待，因为在家里过真的比较累，觉得立法院做得很好，所以就不用担心。以前三级警戒期间，真侪家长爱同时上班，搁爱顾囡仔，一支垃圾两边在咧收。即马全台湾未解封，有一寡企业开始叫员工转去上班，或真侪家长拄着上班加顾囡仔两难。在家里的期间，我们需要上班，所以其实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看着小孩子。小朋友都去睡了，所以爸爸妈妈才开始真的把日间没有完成的工作拿出来。台北市降载小托，有家长认为会当小可喘一口气，不过警方这边依然真注意，恢复了只个人是原本人数的一半，而且师生比是1:3，像立法院附近的托婴中心，师生比是1:2。而且每一组家长送囡仔来的时间也浪费。我们只收托23位宝宝，在紧俏医护方面呢，占了我们所有需求的一个1/10。对，那其他都是双薪家长。我们在7月6日呢，全体工作人员都已经完成了疫苗施打。要疫苗接种之后才可以降载收托。那么未接种疫苗者也都必须进行筛检。社会局讲，台北市有超过250间机构，有80%申请重新开始收托囡仔。原则上是托育人员要做过有风险，若是无做的，也要提出3天内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而且园方也要逐天对老师、囡仔做健康检测，汇报给社会局，给职责的保障。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较转好，倒转去上课机会有哪较悬？有哪心理师表示，真侪学生囡仔可能即阵啊一直在用手机啊，嘛会造成一挂负面的情绪。即老师、学生嘛，较到因为安尼，也是一挂代志发生冲突。即个时阵，即学校诶，即辅导甲即防疫成效、能力甲资源，拢真重要。自7月13开始，全台湾未解封，严格补习班、幼儿园或者是儿童诶课后照顾中心依然停课。在疫情慢慢较稳定，学生、家长也个老师面对恢复上课了的生活，敢真正喘好啊？在复课的时候，也许会出现过往比较没有出现过的一些比较激进的行为，例如说，很多的孩子因为习惯了在家上课，所以那个连结参与动力的感受是比较低的，可能会造成跟老师之间的一些冲突。自强心理师讲，受到疫情的影响，真侪参加代课的学生可能会产生低成就感或者是忧郁的情绪。也伫咧出来上课的学生，可能因为较无甲同学老师互动，造成疏离感，引起负面的情绪。即个拢是恢复上课了爱面对的问题。另外，伫一未达到群体免疫进程，也是有可能出现学生群体感染的情形。所以，学校的自强辅导加防疫成效的资源是更加重要。尤其是越低年级，现在越想要开放的，就是中小学、幼儿园。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只有一个护理师在，那么他是不是已经受过足够的训练？是不是有足够的其他支援人员？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反而是为了施打疫苗，这些人不断被抽调到外面去支援。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质疑，那是恢复上课了，外籍生自国外入境，带入变种病毒，学校就变作一个上大防疫浪棒。教育部一定要注意，学校卫生护理协会是建议，伫开学进前2礼拜，先安排高级员工住宿舍。政府也应该参考国外经验，让学生赶紧住宿舍，达到双重保护、群体免疫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这段时间还属于这三级警戒，各地来查到几多件关注的事件，包括到这小食店在吃饭，还有性交易接人客，加这职业交场的关注。警方是来呼吁讲，一定要来遵照着防疫规定，唔通安尼关注，请做抗胖。第二店内有8位越南籍的义工在咧吃饭，桃园分局接到民众检举到场处理。头家娘讲已经停业真久啊，最近疫情有较稳定。所以同意有人客入去店内吃，但过因为违反防疫的相关规定，并在依照规定移送卫生局裁处。
境内只能五个人以下，也不能用餐。三个月，我是不是三个月？我知道啊，可是还没结束啊。还没结束，现在啊，我看很少了。小吃店未依规定停业，且有在店内用餐及群聚行为，立即制作查查记录表，并已请市政府卫生局裁处。伫咧屏东有八大业者，唔惊疫情，私底下经营接客。警方查到四个的查某人经过社群网站，向目的地人士公开广告，暗示讲会当从事性交易，而且提供内容加介绍。事情确定，专案依照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女子向警方坦诚，刚与一名男子完成交易，房间内垃圾桶查获使用过两名保险套。另外，伫咧高雄，警方查到铁皮厝的工厂职业交警，专案伫咧巡逻，依照刑法赌博罪嫌移送，交头地检署侦办。同时，现场19个人因为违反室内群聚的规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开单，反正卫生局裁罚。铁皮屋内工厂查获职业赌场，主嫌及赌客共19人。现场查扣天酒牌及赌资22万余元。警方表示，本土疫情虽然有较稳定，但过依然是三级警戒，业者跟民众依然应该遵循防疫规定，唔当违反规定变作防疫的浪棒。警方将继续加强稽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了其他消息，昨尾暗啊，高雄路大雨造成洪山区内所在积水，一个查某人昨去洪山买物件，啊，不过伫经过三民邮局头前的停车场，那墙去有电着，怎啊倒伫涂骹？好卡在这停车场的管理员赶紧改做 CPR 抢救，后来即马这起火去现场去查，发现讲可能有死的所在有漏电。路主今日高雄洪山区三民邮局进前，因为现场积水。遐雨伞已经过变电箱佮路顶个边啊，有可能是惊飞溅，伸手来划路顶，煞向向红灯着倒地涂骹。上医急救，但是状况无介乐观，已经来装叶克膜。要走人行道，要走马路旁边危险。那像这样的话，人行道会被电死，走马路旁边会被车撞死。那你们叫走哪里呀、啊？第一次的时候，我自己有被电到一下，这样，然后水是麻的，所以。我是试着拿东西去把它勾离那个位置。边仔停车场的管理员嘛，讲进前伊冇用电过一届，所以才会用物件把伊的卡棒胶条的甲人刷走，了后 PCR。第一时间台电派人来检测，嘛发现路顶啊，佮有边仔水沟挂管顶有175伏特的电，变电箱是无电。但是有强调现场有台电、警察局啊，佮公所佮公务局路顶的电源是倒位漏电，啊，佮来检测。台电配电盘有警察局的监视器的电源。我们路灯的电影，还有一个是区公所有装漏电断路器，如果说有漏电，它会跳掉。量测氧供处狭管路灯杆对地电压值为175伏特，表示可能有漏电情形。漏电的源头还在追查，下晡市府也会问到家属。若是责任了解了后，真正是市府的疏失，因绝对袂闪避。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人报道。来看到这庙里台山山山，阮这西潭路段，这些肯定常常有真侪一些动静，机车人去遐。啊，不过嘛是有人要来这压车挡弯，发生袂少意外。庙里的这警察局表示，一挂原因就是有人在翕，等到后车骑乌多拜人想要等红线，啊，高速挡弯造成危险。最少重要的高倍速的镜头，伫大灯案头前摆做规排，就是要听候安尼画面。当机技术压车高速通过，随后阁有几啊只车，一台比一台压了阁较低，画面看起来刺激，不过嘛充满危险。庙里台山线的三弯西大路段，甲而且当机车真多，嘛发生袂少的塞车意外。警方认为，追缴所只伫只来翕压车的画面，是部分出大事的原因，嘛对着追缴所来开出罚单。就车子落塞嘛，下去啊，一排车手一起被扫啊。几个人？几个人受伤？5-6个跑不掉了。
警方开怀理由是伫交通频繁的道路徛伫啊翕相，就影响阻碍道路交通安全。顶礼拜周末，两公就开出36张的宽度单，开罚着4件。苗栗警方分析，原来所徛的第三线路段有8个所在是热门的水焦点，其中4个所在常常发生事故，而且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对着水焦所来处300块的罚款。车友为了耍帅入境，在过弯的时候会加速，并且将车身压低，这样很容易造成事故的发生，更有危险驾车之余。警方表示，依照公路法的规定，包括路边的水沟，拢是公路的范围，只要有阻碍交通安全的疑虑，拢会使开罚。目前都以宽度为主，卖加强处理违法的改装，降低当机车的作数率。记者苗栗采访报道。来看到这美丽华格鲁夫球场，讲分挂做三个子公司，阿加这工会理事长加真侪成员石头路。昨天有这工人发动罢工，到今嘛超过70天。有工人表示，疫情这段时间无收入，真正是真辛苦。有当时啊，厝内边人嘛无啥了解，呼吁政府要赶紧解决这项罢工争议。撤销矿职解雇令。美丽华高尔夫球场的企业工会所发动的罢工已经超过70天。前去劳资双方搁再去新北市劳工局调解，为了要避免群聚，行政记者会只敢拿少数人代替参加，其他罢工成员拢是用人形的立牌代替。我们是被公司违法分割，把理事长解雇，所以我们才挺他。哦，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们有家人有难，我们应该挺身而出。但是家人对我们这次出来参与罢工，其实是不谅解的，所以这个压力其实每天都有，每天都有。罢工的球场工人黄阿海讲，会发动罢工是因为美丽华母公司伫咧年初，甲一个球场分做行中、行美、美行三间子公司，四月份甲工会理事长吴文静等工会成员辞掉。5月10日，其他工人出来支持因发动罢工，无想到讲公司搁再用抗日三工为理由，甲其他12位工人也辞掉。被发动当营抗复员罢工的工会干部，再去也去声援，强调讲，亲像当营当初罢工20天，也无人被辞掉。一个企业分割合并的案子，可以让他就得逞，可以让他这么恶职恶霸的就把工会的权益抹杀掉。那请问全台湾的其他劳工，大大小小的工会要如何生存？我们之前大概召开6次的会议，主要也是希望双方可以尽快达成共识。新北市劳工局官员讲，工会法第35条有保障劳工参加工会行动的时阵，不会被解雇。因过先经过劳动部的裁决审理，才能依法对公司处罚。工会表示，调解会议上，公司依然无答应要撤销解聘的连锁案，因此三个破局，罢工会继续进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咱伫外交方面的消息，立陶宛进前有宣布讲要关乎台湾疫苗，即马外交部宣布讲要伫立陶宛的首都来设台湾代表处，即有那是刷到索马利兰了后，第二个以台湾著名的代表处，更加是欧洲国家咱伫遐的第一例。欧洲国家立陶宛进前宣布要关乎台湾20000剂 A G 疫苗。年底进前，搁要来台设办事处。外交吴进典外交部20日表示，会伫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这也是自索马利兰了后第一个以台湾为名字的代表处，搁是欧洲国家第一例，对台欧关系有重大意义。是继2003年在斯洛伐克设立代表处之后，回归18年，再度在欧洲国家设立代表处。凸显台湾积极拓展与欧洲各国实质关系的决心，更是台欧关系的成果展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外交部表示，未来甲立陶宛伫经贸、产业等科技领域有互惠互利合作。目前主管也咧找找适合的办公场所，准备好就会对外说明。立陶宛来台设办公室的时间是尊重立陶宛。美国在台协会也对此表示肯定，认为所有国家应该有甲台湾建立更加紧密关系，甲拓展合作自由。另外，说来去代表处是毋是拢将使用台湾名字咧？
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要在欧洲推动改名计划，深化台湾和立陶宛的各项关系是我们的主要工作。那目前并没有推动在驻欧各馆改名的这个计划。立陶宛和台湾无邦交是中国的邦交国，不过最近跟中国关系恶化，中国是真侪摆打压台湾外交空间。之前戒严那设办公室都安尼破局，另外也逼台湾主管改名，完全有七个台湾非邦交国，包含杜拜、巴纽丁使用中华民国或者是台湾名字的代表处，目前只剩十五个邦交国政府在使用中华民国，另外非邦交国索马里兰使用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个外交，这个交通部有公布这个台南高和这个百米事故的调查报告，有那引起一挂家属的不满。交通部长王国才昨有亲自打电话给家属所组成的自救团体的代表，有那约束在这疫情较转好了后，会面对面下面做去讲。交通部在七月十八礼拜日暗时公布泰鲁阁事故行政调查报告，离事发四月初至已经三个月多。代替产业工会指出，这是一份只有表象的报告。时代力量党团批评代替无重视家属的感受，甚至在家属追问事故真相的时阵，回应是假冷淡。受害人的家属问说：“那你到底是告了什么？”哦，不好意思，无可奉告。这是这样的态度吗？哦。那如果你要知道的话，你可以开庭的时候，7月26号，你再到这边法庭来旁听就好了。台铁早就知道了有这份的调查报告，却告诉他们，一再的告诉他们，一直到7月的时候都还告诉家属说，我们也是被调查对象，现在责任未清，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对这个责任发言。这不是欺骗，这是什么？目前罹难者家属当中，差不多一半甲代替完成和解，部分家属不满代替太多。自助泰鲁阁的目屎自救会，自救会证实，19礼拜一到交通部进前，进前了后有接到交通部长王国才的电话，伊表示本来爱等文安会8月提出完整的事故调查报告，搁斗阵公布交通部行政报告，啊，毋过考虑家属关心调查报告，交通部内部会议了后决定先公开。再去会加强甲家属的沟通。部长告诉我，因为上周五他心里一直挂心着家属想要知道调查报告的事情，已经一两个礼拜，那所以他就开了一个内部的会议，一直到星期天的晚上做成了决定，然后同步公开。交通部表示，进前因为疫情无法度面对面甲家属沟通，对家属代表强烈要求代替改革表示认同。交通部会全力要求代替改善，或代替定期公布办理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东亚欧文，咱的代表团长是坐包去日本，啊，毋过为这啊经济村的前去参加这饭店这部分，啊，这世界球球地主应含这球团啊大个饭店，从逼出讲是三千级的饭店，啊，这蔡总统甲行政院长苏贞昌有哪有来为讲，无好这选手来这就商务舱这代志，回事嘞？我们很对不起。很不会安排。前一天，才欢送东欧代表团的行政长苏贞昌，即将过向外界会议室。东欧代表团为经济创政期高烧加大的风波。代表团到日本了后，世界球球地主影抱出大的饭店向外界报平安。我球团住的是3000级的饭店，东京马洛德酒店。相片因看到房间的设备是真简单。一晚免3000块，啊，不过刷逼出随行的官员大是4000级的饭店，每一晚平均爱5000到6000块。纵算再怎么利益良善，都应该要跟选手一个一个好好的说明，该订另外飞机商务舱就该商务舱，最不该的是官员不应该坐进去商务舱。苏贞昌表示，体育所官员拢在选手村，要特别打电话给戴祖颖，也强调一定的救济。戴祖颖在 IG 发文表示，住伫外口应避免甲人接触，搁较外球场。
山丘村离球场五十分钟，即马住个饭店离场馆只要十分钟，用得到更加侪休困的时间。时代力量也透露各分中心2019年考察报告，签约设三个中介站，分别是西方饭店、东京马洛德酒店、甲大江马洛德酒店。西方饭店规格是较高级。西方酒店是给赛事中继那个赛事中继队去住的。染疫的风险跑到台北松山机场出发，这是不是又让我们去怀疑，又是为了要让政府做这种起飞仪式的政治作秀呢？不同的饭店来比较居住安排的优劣，并不公允哈。总统蔡英文十九日面册发文，对安排无够细致佮大心，对选手感觉真遗憾。戴祖英的爸爸只记着发表声明，表示感谢大家关心，希望将关心放回比赛场，毋忘伫奥运赛场为国争光。戴祖英也强调，大地点已经是对选手上好的安排，即马将一切放伫训练顶端。记者综合报道。咱这个奥运的代表队第一批是134人，在暗时已经到日本的机场，啊，经过真严格防疫入境的程序了后，已经顺利入境。今仔日就会首先去这比赛场馆在进行训练和调整。华航的班机慢慢降落在了羽田机场的跑道，东京奥运中华代表团第一批134位到日本，在经过2点钟的防疫入境程序了后，全部顺利入境。虽然拄落飞机，不过大家拢心情真好，用简单几句话表达，因已经传好啊。哎、欸，其实还好，蛮快的。对啊，那今天程序很多，真的手上拿一堆东西。有，其实蛮开心的，可以就是到这边，蛮兴奋的。来了，我们快的，兴奋，迫不及待，我准备好了，我先站，你请站，我先快。OK， 谢谢。第一批到的中华队选手，会当讲是全明星的等级，亚当、郭兴顺、羽球大主演周天成，一个射箭队拢顺利入境。每一位选手拢挂嘴暗甲目镜，甲家己保护好好。中华代表团到日本，驻日本代表处处长谢中廷也亲自到羽田机场迎接，也传一挂简单的餐点和辛苦的选手甲教练。谢中廷看到中华奥会主席林鸿多也举手巧欢迎。就是特别高兴，然后不能叫，差点叫出来，这样。希望他们早一点休息，养足体力，注意自己的健康，有好的表现，这是我们的期待。也能够顺利来参加整个东京奥运的这个比赛，那我们大家的选手的士气都很高昂。中华队顺利入境日本。身体甲心理拢保持伫咧上好的状态，希望伫咧运动员上关的目标奥运有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拜一美国股市就经大落超过700点，台股今仔是开盘跳空开低，资本有大落200多点，盘中是无落遐济，是拍拼要收到17600点。国际股市因为疫情出现大震动，即法人有那小刷有来卖超代购，电子款代购表现了普通，高端疫苗有利多启停，国内即生意股有继续起，按过货柜航运是来拖累着即传统产业股表现。来看到这经济成长率，这中央已公布国内上新的经济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来加这5.16%，主要是美国、中国已经到达复苏，这资讯、这通信业出口有较旺，不过因为疫情关系，内需经济正受影响，而且这是第三季若无进行经济措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恐怕得6%-5%以下。受新冠疫情冲击，今年5月中以后，民间消费因为三级警戒管制措施受影响，餐饮服务业营收减少真多。啊，不过出口无受疫情影响，逆势成长，成为今年经济成长的重要指标。再加上商品与服务输出的成长力，更是超乎预期，因此我们这次上修了预测值。根据中经院预估，今年经济出现外在内回温的现象，第一季无受疫情影响，经济成长率创历史新高8.91%。第二季 GDP 虽然5、6月受冲击，但过依然有5%以上，达到6.1%。
啊，不过中经院有测第三季、第四季经济表现恐惊无乐观，会降到3.17%到2.94%。啊，不过全年 GDP 依然乐观，有5.16%。好的，民间消费呢，只是说因为疫情呢，所以略有压抑。在固定投资啊，或者是民间投资的部分呢，大概也都可以有比较高的一个成长。不过中经院无计持算今年经济成长走势，因为今年第三季政府无经济纾困措施，亲像去年第三季捌推出3倍券，抑制国内民生消费。因为今年受创搁较严重，恐惊纾困规模爱搁较大，才有机会补过。第三季的这个内需产业来讲的话，还是有一些负面冲击的话，经济成长率呢可能就会从5.16%呢，将要下降到4.63%的一个情况。最主要是因为在去年第三季的时候，我买了消费券的预制啊。另外，要经济学者认为，未来解封了后，类似经济回温，除了纾困方案协助，关键也是在疫苗注射率是不是提悬到会用群体免疫。疫情变数也是影响产业更加变好的关键因素。因为自控制一年经济成长率依然有机会正成长，不过今年勉强保三。记者综合报道。国产的高端疫苗通过是药师的这个紧急使用授权 EUA， 啊，不过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等人今仔去台北地检署是去告官员失职。另外，民众党这边有闹得质疑，讲在这么重要 EUA 的审查会议啊，指挥官，但是中共无录影，让人想无。高端疫苗提到卫福部 EUA 的认证，不过因为无三期临床试验，也引起各界质疑。再去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甲总调费鸿泰、党团书记长郑丽文等人到台北地检署，针对高端通过 EUA 高失职的官员。高端疫苗的 EUA， 基本上它不止标准是全球最低，而且过程黑箱不透明。这一支国产疫苗，其实连二期有没有完成，我们都还不清楚，更不用谈说第三期的人体试验，根本都还没有做。因为高端的专家审查会议用闭门方式，参加的专家11人当中，有18人表示同意，1人要求补件，1人无同意。该专家会议过程也无全程录影。民进党也质疑 EUA 审查这么重要会议竟然无录影，让人想无。而且 EUA 内容是选用全球民主法治国家拢也未采用的免疫求职，初代三期临床试验。即马授权通过公信力甲疫苗安全性、有效性，如何来保证呢？食药署在那个记者会上传出来的手板，告诉他说，一年内他必须要缴送这个保护力的效益报告。一年后你才告诉我说，这500万到1000万的国人打下去，很不好意思，他的保护力其实是不及格，真的是穿了国王的新衣，你的保护力根本就不合格，回到社区，然后他们可能就是脆弱的一群。根据小数所公布的数据，高端疫苗组甲一剂疫苗组的关心度或病毒综合抗体几乎平均后期比达的95%，信赖区间下陷是3.4倍，比标准要求0.67倍较大。数据是非常的水，但过进前请示国产疫苗审查委员的中经院院士陈培提进回。这是无路用的数字，无任何参考价值。在全球也只有台湾安尼做，因公司领略台湾第一。详细整个都有跟外界来做说明，有一位不同意，所以是这样，学者专家们高比例的来通过，我们政府都是尊重专业。苏贞昌议员强调，政府对疫苗态度拢依然是共款，就是一定要安全有效。对疫苗是不是通过紧急授权使用，拢尊重。相关学者专家开会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即啊，公费疫苗即第六类甲第十类当地住，啊，毋过伫台中属于第七类的公车的运量，高达1700多人拢也未等到疫苗，因是真烦恼，讲安尼敢会变作防疫空棚。公车一到位，民众陆卡上车落车。坐公车通勤已经变成台中市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属于第七类注射疫苗对象的台中市公车司机，各大拢也无疫苗会当做。防疫做好，然后有打疫苗，确实是对我们比较好啊。可是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要工作啊，对啊，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啊。司机在前头，我们通常在
后门上车下车，所以截住的时间没有什么截住的地方或者时间，所以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民众有无同款的反应，但是对于全台中1699位头一线出勤的公车司机来讲，厝内人是家己心内上软的一块，只会当靠自我消毒来保护，而且来上网预约注射疫苗，拄运气，看会当会早一点啊来注到疫苗无？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没有，我们都知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先把衣服除去衣服之后有没有再来做那个什么清洁工作这样子，会一直跟我反映说，因为他们现在没有打疫苗，其实他们坦白讲，他们回到家他们也是要尽快清洁，因为他们也很怕，假设有什么病毒，他们会怕，假设万一有什么状况，他们也会担心家人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子。台中市交通局表示，六都当中只剩台中的公车司机还未注疫苗，中央无准备专案。市府是已经甲市内17间业者的司机员注册，等待交通部来配疫苗，但是到今依然无消息。正式的发文三次，从6月份一直到7月，那陆续把这个相关甚至造册的名单都发文给中央。那我们希望中央能尽速的这个同意，我们台中市的相关运输业第一线从业人员可以拿到第7类的优先施打对象。台中公车班次虽然有减班，但是司机无因为严重的疫情来拒绝开车，逐工是无险载着四国来的民众。司机若会当注射疫苗，降低感染的风险，也会当顾到公众的利益，早一日解除防疫的困扰。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来看到先前，因为说人真侪，管控无做好，高雄的兴达港的观光景区啊，和市政府要求要停业两天。啊，这市政府顶礼拜六礼拜休息两天，我那派人去现场啊来执行防疫的勤务。副市长林钦炎更加是来带队，啊，不过有闹民众到公公，伊看到这副市长林钦炎含官员哇真近在讲话，啊，这高雄市政府是回应讲，市府当然迄一天就是属于这啊执行防疫工作无违规。12号才因为拜六礼拜无做好人流管理，奉要求停业的高雄新达港观光鱼市，未解封了的第一个拜六礼拜唔敢大意，连续两天派警察甲工作人员到现场维持分流宣导防疫。还请扫描十连制条码后，到前方再出示十连制简介。高市府拍拼防疫，但有民众投诉，伊18号甲厝内人去鱼市采工的时阵，和市府的工作人员要求两个人袂使挖手巾，爱保持社交距离1.5公尺。煞看到两个穿红甲的市府官员，肩胛头小挖伫讲话，无保持社交距离，真足一看。画面倒手边的官员，就是迄天带队宣导防疫的副市长林钦炎。同样开车吃饭一起吃，然后工作人员就跟我说你们可要隔开，然后我就说啊，那为什么那些你不要去找那些官员讲，叫他们隔开一点？他就说他们有权啊，我们没有，我们只是老百姓啊。根据 CDC 公告，除医疗、执行公务、卫生等必要性活动，其余非必要性活动需维持室内1.5公尺、室外1公尺社交距离。民众不满市府防疫两套标准，警方叫回应。市府当年是防疫的人员，迄天伫鱼市执行防疫甲人流分流，讨论防疫的措施甲督导的工作，所以防疫工作甲公务必要性活动，嘛有照规定挂嘴安，并无违规。市府嘛会继续要求各市场做好防疫，提供民众安心的消费环境。记者陈焕武、柯正准高雄报道。杨建宜拍算过一届要来发放振兴券，啊，毋过有闹民众认为讲发现金上好。民进党的立法院的党团是认为讲生活有困难人会当向地方政府申请补助，即马上重要的嘛是爱帮咱第一即届疫情有受到影响的店家甲产业。去年政府发行300元，希望民众增加消费、拼经济，因此今嘛考虑要来发放振兴券来抢救餐厅还是饭店业者。不过有立委蔡碧如是认为讲啊，这波已经对到真侪民众的生活造成真大的冲击，希望因此先来考虑发现金，和民众会当领到现金来渡过难关，了后来思考要哪振兴经济。目前最需要的是纾困，以后才是振兴。那民众会要的其实是好用的现金哈。那我也呼吁行政院的这些长官们，不要在冷气房里头防疫，认真考虑防疫基本收入。台湾无条件基本收入协会嘛讲啊，其他国家的经验看起来，全民发现金是上有效、上紧的方式。那现金呢？
对于缺乏现金的人来说，拿现金去购买日常必需品，那这个现金对他来说就是纾困。对于不缺现金的人来说，他拿现金去买奢侈品，这个现金对他来说就是振兴。如果有特殊状况的话，第一个就是可以找自己家里所属的这些里，或者是说区公所哦，或者是乡镇公所来请求协助。失业者的话，他失业津贴、失业救助，甚至失业的再教育训练都有哦。那这个行政院呢，包括劳动部都有在做滚动式的检讨。民进党立法院动态是认为，三个境界两个月以来，真侪店啊也是商业因为疫情暂停营业，是今嘛第一波要来救援的对象，也是业者做袂落去，更加有寡侪员工面临着失业的问题，嘛有寡侪家庭的生存会出现危机。记者张志宏、谢振林台北报道。台北车头的地下街小说传出有较近，啊，附近的台北京站有一个员工较近，今仔停业消毒。在松山的火箭事务所有那员工较近，啊，有这個、啊连锁健身中心有分店出现这较近了后，讲其他店有那这较近正去过停业啊，刚来做消毒。啊，这個、台北市长郭文德今仔透早是去看这北龙甲宽南市场。二十透早六点半，台北市长郭文天去北龙甲宽南市场视察，所谓通行证施行状况。未来北龙员工市场经销商进出这三大批发市场，拢要靠这张通行证。这个卡片都经过我们照射，然后有疫苗注射，但当初这张面就是取代黄卡。啊，所以如果这样子立下来的话，名字都出来，等名字出来。市长用这个很方便。入卡了后，又无出现绿色画面，等通过卡数是红色禁止入去。小小一张卡片，连同健保卡的资料。管制措施要很容易的执行啊，不然你那个成本太高了。所以出入用刷卡管制是最好的方法。台北市加重着多管理这三大批发市场。台北车头地下街陆续传出确诊，市府也证实十九清明附近的台北京站也有一名确诊。是伫个加站维修影像工作，市府都展开疫调甲考察。加站甲维修影像，二十自主停业一天消毒。加站员工也透露，确诊员工是十七出现发烧症状，十九确诊。公司的话，他们完全没有通知我们有员工确诊，只有通知我们说公司要消毒。然后开业前几天是有很多员工都是使用共用的面罩，包括那个。现在也都不会进去走地下街，就直接走外面，然后走公园去上班这样。另外，松山火箭事务所有一名员工确诊，十九健康大楼取消停止办公一天，二十恢复上班。四楼火箭事务所停止上班三天，目前已经做出304人采检，列单 PCR 结果。户政事务所啊，目前是停止啊办公服务啊三天。区公所这一部分啊，跟健康服务中心哈、这个部分啊，今天呐、都已经因为完成喷销了啊，所以今天都恢复了啊上班来服务。全国三级警戒十三开始，未解封有条件开放了后，国内连锁健身房、暂停店十九传出确诊者的行踪，停业三天消毒。二十永春店也打公告停业三天消毒，因为卫生局通知十三开业第一天就确诊者出入。所以，为即就开始暂停营业三天。记者综合报道。新北那口的三井后来讲，员工确诊，即新北市政府启动企业的体检加社区的体检。啊，三井是来表示讲，今日完成700人的体检，两天会完成1400人的体检。那全部拢阴性，相信明仔日当恢复营业。百货员工疑似报道，位于新北的南口三井奥莱二十停车场设置快泰站，因为原来一名专柜销售员工确诊，百货紧急休馆全面清消，连续两天通知员工做体检。企业快筛的费用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是由我们三井跟我们的专柜厂商一同负担，所以专柜人员是不需要负担这样的一个费用的。我们目前接受这个快筛站也好，或是在现场。做企业快筛的部分得到的结果都是阴性的。二十早起十点已经体检大约300人，顶日快筛拢是阴性，有计几工会有700人完成企业体检，加上部分员工家己快筛，加上一工先体检的500多位，
三井公司表示，两天下来有计1400位员工都完成体检作业，若讲拢是阴性，相近利益都会当复业。只是这个讲法参员工数，甲新北市长侯友宜讲的煞出现落差。因为有太多是一些攻读的人，其实在疫情的时候已经没有雇用嘛，是，就是我们平常时在设施里面工作的人，就在1400位。今天要再筛706人，明天还要筛1400名。我们希望把所有的员工全部都能够筛检完毕，确定是阴性才可以复业。虽然三井表示有计台湾1400位员工都会复业，不过侯友宜又完强调，会完成所有员工3200位了后，全部阴性才会当复业。同时也要求业者爱全力体检，确保环境一定会清气，避免阁出现确诊者。记者综合报道。咱今都当行的这基本调甲成本调的啊，春天过了后拢会上班，啊，不过即马在落了，是真侪出现伫台东，亲像这啊初六牧场，因为即马疫情人少，都真侪野伫遐飞，变作真特殊的景观。台东县初六牧场一个步道路边的草丛，目睭就蝴蝶飞来飞去，牧场一只大街坊第一批游客一摆，感受到蝴蝶伫身躯边飞来飞去的情形。解封之后啦，第一次出来玩，还蛮开心的。草鹿牧场表示，因为恒区正规牌高速负责人即马开会才吸引过来，啊，不过今年数量特别多，可能是牧场关两个月，无认为干扰行业数目搁较侪。是刚好看碰到这个疫情，然后整个游客的数量都没有的话，让他们这个自然的环境，然后更让他们吸引他们过来。基本店甲青斑店是世界上真少看到的多当型蝴蝶。春天会为台湾南部甲东南部北返，啊，不过即马是热天，台东县内出现嘞。专家讲，这一批是多当斑蝶北返了后留落来后代。六月到七月幼虫孵化，因为找找下一个生态点，多部场各种因素要蜜源食物，再去因暂时留落来补充营养。夏季哈的这些紫斑蝶跟小纹青斑蝶呢，它需要哦补充它的这个营养啊，以及这个形成费洛蒙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素啊。赵金峰表示，热天全国各地拢真高温，这一批紫斑蝶甲青斑蝶无刷鱼的方向性，不一定会过登去北边的生态地。过去也捌发现标红的紫斑蝶，都留伫台东的记录。这两礼拜可能拢要伫牧场看到因的身影。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甲欧盟、英国甲加拿大甲这欧洲做伙来谴责中国恶意把调岗发动这网络攻击，偷摕这智慧财产权、商业机密甲重要研究。啊，美国的司法部嘛已经起诉四个和这中国国安部有关系人。根据美国司法部所公布的起诉书，四位被人请伫咧中国国安部的人员，被指控伫咧2011年到2018年期间，攻击几落十间美国甲其他国家的企业、大学、甲政府单位，和美国的联邦调查局通缉。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并无对这件案件作出回应，但过中国进前不讲，中国也是骇客攻击的受害者。美国是伫咧19甲欧盟、英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日本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家，最近谴责中国发动恶意的网络攻击。偷摕智慧财产权、商业机密、甲传染性疾病的研究，包括微软电子文件数据被骇客入侵的案件，政府甲企业拢受害。这也是北约第一遍谴责中国的网络行动。另外，有几多间媒体报道，以色列有一间软体监控公司 NSO， 为一种名叫做飞马的手机的监控软体，和一挂专制国家来监控人权工作者、记者、律师。甚至是各国的政要，有一位印度独立记者就讲，伊手机啊就被分析出，和骇客入侵过。在迄当阵，伊正伫咧调查已经过身的印度的生理人，伫咧骗色天堂资金的流动。It also puts my sources at risk. People who are speaking to you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if they get compromised, that's terrible.I mean, if you cannot, you don't want to respect my privacy, you don't want me to respect the privacy of my sources who speak to me,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It's bad for democracy. It's bad for journalism. It's terrible.因为有调查指出，讲包括印度、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匈牙利、墨西哥等十个国家，拢是 NSO 的公司的客户。不过 NSO 强调，这种软体只干那用来监控恐怖分子甲罪犯。每一个国家的政府也拢可能使用相关软体。Arra vonatkozólag semmifajta megállapodást nem kötött. It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and against any kind of rules we have in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the freedom of media is concerned. Free press is one of the core valu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根据国际媒体联合做的调查。已经确定有1000多个门户被监控，其中包括阿拉伯王室的成员、企业主管、人权工作者、记者，加世界各国的元首、政要。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来看下一波的天气。新闻之后，来匈牙利看一下特别的庆典，咱再回。